是啊，昨天也是白金四啊，没上呢。你咋的呀？我干的！完了，点烟错人了。我闪现，可以。我还帮你把中单打掉点血。买错了，应该买一个。哎呀，算了，无所谓了。点烟错人了。打了个闪，挺好。阿卡丽如果来的话就双杀，阿卡丽没来。这三个兵他是一个也不补啊。哎呀。完了，一级就开始死。跑得好快。他有吃药加移速，而我们没有。银马会不会来的有点快呀？这波来我也应该也不怕。死了！丫换丫，还行吧，嗯。没必要啊，啥没必要啊，这还不杀的，这有啥没必要的，能杀就杀呗。这中路怎么回事？中路二打一啊，正义二打一。掏我是不是？掏我骸骨上了。扛兵了，完了，爬着死了。哇靠，完了，兄弟们，爬着在我旁边给了我勇气。六级了，不能打了，打不过了。
等六吧。关键他闪还没交他，他有闪现。等个六级，千万不要着急啊！跟他打，千万别着急，六级他直接死。以他的回血能力是无法扛得住我们六级的爆发的，知道吧？让他是先在这皮一会儿。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对面的打野是不是在中路挂机了？你说人家在中路挂机，你都打不过。可真是个弟弟，这么的吧，这把我不出女神之泪了，不行啊，不出女神之泪蓝不够用啊。好大，적을처치했습니다모든상황에대비해적이전장을지배하고있습니다드리오봉수吃个160，咋整？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别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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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搁旁边呢，你怕个卵呢？银马搁没搁旁边？没个阿金。
我试探一下，看样是没在。你总不能这么多血就回家了吧？ 偷我假猴，这么喜欢偷假猴啊？他不出女神之泪，蓝是真不够用。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 家吧，这把阿卡丽是个人，阿卡丽是个屁人，阿卡丽，你知道为什么阿卡丽是个人吗，兄弟？你肯定不知道，因为饮马在中路把福耶哥经验全吃了，所以你看上去阿卡丽像个人，其实他根本不像人。 他还没有塞拉斯等级高呢，你给我干他！差点让他跑了，那猫怎么不放逸呢？你赶紧滚吧，赶紧跟别人去吧。 啥也不放！哎呦，阿卡丽像个人，像人吗？像不像人？阿卡丽，哎呦，阿卡丽像个人啊！没法上，兄弟，没法上，没大。 后边，人马死了一把，谁给他杀了？ 今天就赌你饮马不在下路，该走了。我先把这玩意儿出了吧，性价比高。 我再弄血手也没啥用，血量差不了太多。对面才一条龙，可以。
这把真好打，这福耶哥没有用，九级，阿卡丽十一级，银马要来了。给了吧，没事，他不敢过来。先把机器人杀了。哎呦我操，这么远。银马有道，漂亮！我操！他还能吹波 Q 呢？啊，原来刚才不剩我一个人啊，俺们家还有个小猫呢。能不能给我回上来血？看来不行。我都杀疯了，这波我操，我一顿杀，我挨个杀给他们，我一顿杀，出来一个我杀一个，出来一个我杀一个，我操，他如果刚才再能给我加一口血，我能把对面的塞拉斯还给他杀了，不是银马呀，我能把银马杀了，银马没伤害。这波几打几呀？可以打应该。峡谷打了，寒冰不敢来，这双 buff 一顿传到我身上来了，打峡谷打峡谷打峡谷。快点过来呀，回家出血手，把魔切出了，这把魔切就挺重要的。我这给你们都杀了这波，我给你们都杀了，给我追来，吹不 kill。这有个小猫可太猛了。
上高地了，再见，把魔切除了。这家伙这家伙太菜了，这波能打二打四，你给我坚持住。给我全杀。打大龙能不能打，算了中推吧。给我来一下，来给我来一高，行，剩最后一路了，打开了。阿卡丽不算人吗？阿卡丽啊、哦、忘了，最好叫阿卡丽，直接开呀。快过来呀，别在那打蛤蟆了，快点的。咱们赶紧把大龙打了。还有啊，你还敢勾我？差一点点，哎呀，又剩一身血的感觉。他怎么老剩一身血就都能收割呢？这个福爷哥，阿卡丽这波不把他们都给我收了？阿卡丽给我收，给我放烟儿，没有烟儿。还是应该先杀这福爷哥呀，不过无所谓了，小狼一波，小狼一波，没得关系，只是说我们的蟹手没扛住。小龙，把红打了，把下路拔了，他们就剩个门牙了，三条龙了。换水银血不用，他们家没啥伤害，其实我这些血就扛得住。阿卡丽没来，阿卡丽没来，稍微等一下啊，稍微等一下，别着急，先杀福爷哥，别人无所谓，寒冰打的不掉血没有关系。他们家上路兵线得有人守，没事，别急啊，别急啊，阿卡丽别着急，着急就完了。
猜！完了，这佛爷哥又给我生了。不血腥啊！这佛爷哥杀不了呢，出护甲装了吗？也没有啊。还有最后一路，外加一个门牙，他们家还剩一个门牙。确实有点扛不住，他们五个人打我，我有点扛不住，我可能得要个春哥，把这个装备换春哥一会儿。让我升个十六级去，我先把十六升了。적의억제기가곧재생성됩니다对面快龙魂了，没事。刚才阿卡丽来正面就好了，他过去跟他打，我一寻思那阿卡丽就得跟那个佛爷哥打，打完以后他就没技能，没技能我们家就没办法了。我得要个春哥，这不行。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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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人。这佛爷哥，把寒冰给我杀了，漂亮，给我冲杀！拿下！那佛爷哥是个傻逼，他上小黄毛的身，他没有春哥这个大傻子，还他妈整个春哥还不是还上身。一波，让我一个 Q 给他 Q 死了，那小黄毛身他还敢上？他上身以后没有春哥，小黄毛立功了啊！给小黄毛点个赞。